萨丁控股集团成立于2013年，位于国际动力城山东潍坊。历经8载耕耘，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动力机械、收货机械、工程机械、金融业务、海外业务5大业务格局融合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集团现拥有第一工业园与第二工业园2大工业园区，总占地面积超1000亩。旗下现拥有萨丁、几何、拉普达、三吉4大品牌，形成了拖拉机、玉米收、打捆机、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元化优势互补的产品系列。自公司创立以来，先后被推选为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理事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理事单位、潍坊市农业机械同业发展工会会长单位、潍坊市科技创新发展示范单位、安丘市经济开发区商会会长单位，并多次荣获中国农业机械最具成长力品牌金盒奖、中国制造之美入围奖、农业机械年度技术创新奖、农业机械年度应用贡献奖、农业机械整零合作优秀企业、农机行业年度优秀宣传企业等多项荣誉。2020年，集团总营业额突破20亿元人民币，并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领军企业称号。2021年，萨丁控股集团快速高质量发展得到了行业高度认可与肯定，其中产销两旺、带动农机市场回暖企业采访登上央视经济频道、天下财经专题报道，同时签约荧幕硬汉于震等多名影视明星，品牌向上、行业影响力与知名度不断提升。萨丁重工是萨丁控股集团在2015年高起点、大手笔布局农业装备市场的开始，产品覆盖25马力至300马力全系列轮式拖拉机，包含9大平台、4000多个产品资源，能够完全满足旱田、水田、大地块、丘陵、大棚等各种作业环境。公司现拥有各项专利70余项，获得国家推广鉴定证书产品60余个，并先后研发制造中国首台变频拖拉机、300马力重型拖拉机、萨丁小钢炮等明星产品。2020年，萨丁重工拖拉机年产销量突破1万台，跨入行业前6强。几何重工是由萨丁控股集团与香港西亚试点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是萨丁控股集团布局高端智能农业装备的重要一步。目前产品涵盖50至220马力高端智能拖拉机。几何重工整合全球人才、技术、配套、分销等优质产业链资源，链接世界一流拖拉机制造工艺与技术，引领中国农业机械制造水平的再升级。公司借助国际先进设计理念和制造技术，与供应商、经销商朋友共同服务于广大用户，为国内及海外市场用户提供智能精准的农业解决方案。几何重工产品已走向数10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美洲和非洲等地区设立了多个海外经销处。拉普达工业装备项目被评选为2021年山东省省重点项目、新旧动能优选项目。拉普达工业装备是萨丁控股集团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与分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借助小型工程机械战略转型期，经发改委批准立项成立的高端智能工业机械企业。拉普达是萨丁控股集团在小型工程机械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
以建设国内最大的小型工程机械基地为目标，致力于小型工程机械的研发、制造、分销与后市场运营。现拥有轮式挖掘机、微型履带挖掘机、3吨以下小型装载机三大系列产品。三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是萨丁控股集团进一步布局收获机械市场的新业务，与动力机械形成了良好的产品互补，是对农业装备业务的良性促进和有效补充，为集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极科技主要致力于玉米全价值收获机械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现有三级炮、除尘接杆打捆机与玉米收获机械两大产品系列。萨丁控股集团旗下四大品牌不断创新发展，并通过产业协同效应持续创造社会价值，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竞争优势与行业影响力。八载执着奋斗，自强不息，萨丁人将始终秉持效率、极致、用心的工作标准，以产业回报社会，不断跨越，铸就辉煌。